哦，啊，等把眼镜戴上。反过去。反过去，我肯定播我自己。呜呼，好好。还要走很远路嘞，等到12点以后就不能陪你们喽。放心放心，我看着呢。我其实现在根本看不到我自己，因为我的屏幕调的最暗。天哪！哎呀，好多人啊！我这样子播，哦，大家都喜欢走中间，我们也要走中间。好，我们也走中间，然后大家都喜欢走正门，就是大家都喜欢走 C 位的门，走中间的门。刚进来也是，大家都喜欢走中间的门。哇，确实人比较多啊、哦，就是人挤人的状态。太难找底下，箱子弄好了，弄好了，保护好我的箱。好像等到12点以后就开始拜了，是吧？等到12点就开始拜了。哎呦，好，等12点就开始拜。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哎，你来俺门路的，你俺门路的怎么着？你在哪边？我在哪边？哎，你在国家哪里？我还是第一次呢。哎呦，我眼睛头发沾眼了，我天哪！戴上我的眼镜，看得更清楚。哎，那边是卖东西啊！走那边，走那边。我给在这等等，不在街上，在里边。这是不告诉你们先。谢谢曲明儿，我也替你们拜拜。算了，不戴眼镜了，待会儿给我撞掉了怎么办？等到12点就开始拜拜。很多人哦。谢谢扛炸药棒、啊。怎么大家现在都已经开始拜了？嗯，他们有的从进门就开始拜。是吗？从进门就开始拜了。那我们别站这儿了吧，我们去边上吧。对，要不然挡着人家了。哇，那边天是蓝的。啊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但天是蓝的。这样看不出来，是紫蓝色。哎呦，完了，快跑！完了，这样我跑走会不会跟我妹找不到呀？我得。哎呀，我鼻涕都要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都闪亮了，但我没有要流鼻涕。嗯？我没努。哎，嗯，我也走丢了不？不要吓我。啊，找到了。我们像看傻子一样在远方注视着我。我回来了，早知道不跑了，害怕。你不是爱跑吗？你不是爱乱跑吗？不跑了。我就一直盯着你，你就在一直转圈，一直转圈，一直转圈。我在找你呢，我就看你想看你什么时候能看到我。除夕快乐。他说什么？
会什么？天亮再开门？天亮才开门？他说。天亮才开门，那只能现在拜了。没事，我们等十二点的时候拜吧。我这怎么鼻涕一直在这，在鼻子上？但我真没流鼻涕，怎么这么奇怪？带我们上去拜，上去拜。那我们，那我们不等十二点以后了。等了，这儿拜一拜，咱再上大坟呢。哦，先在这儿。那这个这先不那个哈。我给你拿着吧，来。行，我给你拿着，先去拜一拜。啊，那等会儿反过去就，那你先反过去。好嘞，你帮我营业一下。好的。都在干四二点，都在干这个四点。我前天是二十三点五十几。不要费的。二十多。一千的，前面一大块一千。这没灯不亮，这的好多人呢。说话了吗？说了，说啥了？说了两句。哎，应该让他多说说的。他说好多人。我说让他帮我营业一下，就这么营的。那个周迅的那个表情包，好多人呢。原来就这么营业的。这营业不行呀，不合格，我得教教他。多了，这边人开始变多了是吧？对，没事，我等到十二点过个年嘛，就是主导一个，你们可得记住我的好哦。对，要想学习一下胡歪歪，让我学。没有打光，这是这边的自然的光。这是灯光，对，这是灯光，自然的光，自然的灯光，很亮很亮。但是我不能在这打光，多不好意思。你说那么黑，然后你搁那自己的脸老亮，多不好意思。管着我，咱去那，往前走走，不然整我老害怕。谢谢夸奖，家人们刷刷票，家人们墨镜走一走，点亮一下灯牌。我假装自己在直播，哦，我确实在直播，我假装我自己在某音直播。谢谢小 K。因为我发现了这边还蛮多人在这直播的，我刚刚来，哎呦，对，有人在录视频，有人在直播。我假装我在直播，哎，还不让去呢，
那我在这里，要不然被人推来推去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很多人举着手机，他们有的在录像。啊，我知道，有的在录像，有的在拍，还五分钟了，还挤不进去了，都不让进啊，里边人。还有五分钟啊。知道很多人，谢土豆牛腩没有包。四分钟。我挤了吗？哦，还有四分钟了。谢谢太阳。进不去的。哎，把我的这个踢掉了。嗯，可不能。你先帮我拿，下楼自己拿吧。可不能。谢谢萌萌。三分钟了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。哎，你看我前面的人就在直播，大家都在蹭。等会儿他怎么拍我了？他怎么拍我了？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，我打脸。不是，没有，他刚刚反转过来了，被我看到。嗯，没关系，他的直播间没人。哦，我没说，没事，他的直播间没人。真的吗？哦，有一个。谢谢离奇，我们离奇的五龙迎五龙迎春。我后面。还有两分钟，铁树酸奶昔今天也要努力哦。还好我这个左上角显示的叫哼唧小虎。还好还好。谢谢 WWW。其实我本来今天想戴隐形眼镜来着，但是我眼睛有点过敏了，就有点敏感，不知道发炎还是什么，就戴不了，就摘了。谢小贺，谢树叶鱼，谢西瓜。刚刚吃完火锅，身上还有火锅味儿，还有一分钟，谢不要脸唠唠。你们看到我嘴里的气了吗？哎，看不到可能。铁足美丽，写 SLAM， 写图书报边儿，写龙一人，写一些可喜可乐。我再把亮度调暗点。好，我现在调到最暗了，因为我怕人家。什么？
好，太好了。好，太好了，真的是2024年了。十二点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我在等到。等到了，先闭上眼许个愿。好。哎哎，投入一下肯定是主要的人，对，要么是大款，要么是这款40万没了。便宜有缘。40万那不完，都在等着。一个这个小，一个2月2的，2月2龙山都是。啊，徐家院有一年过来补，选了正些仓位。谢谢谢谢，好，我准备一会儿就走了，给自己留个20%的电。我就走了。40万，一会儿要进，也不知道是进去还是怎么着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流程，因为是第一次来。但还是第一次过年的时候这么多人，好像也不错。是的。新年快乐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小欧吃。谢大白菜一斤。等会儿抢个红包去。行，抢了2块钱。搞正业吧。抢了2块，难受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没事，哼，我相信、啊，一会儿我会获得更多的。好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我要保留我的手机，走之前是开机的状态，吃饱了打个嗝，拜拜，拜拜，一会儿再聊吧。